大家好，喜欢我的视频请先点个赞，如果没订阅的话你就订阅一下，谢谢你哦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标部落网，今天来走走标部落网，这里是也是华人最喜欢的地方，而且现在房价也特别高啊，这里，而且现在这里的房价也特别高。前面有个美女啊，不怕晒呀、啊，热烈当空啊，今天啊，好晒啊。这家是翡翠酒家，哇，双龙现在特价了，30块钱。因为最近那个龙虾也便宜起来了，龙虾也减价了。哦，那位美女去哪里了？好帅呀、啊！那对面有一家，我待会过对面跑走过来吧。这边的话也掺着很多韩国人，你看，有韩国人的招牌。哇，这棵树好漂亮啊！很阴凉哎，今天天气热，风也挺大的。现在到了45 Avenue， 这里街道很宽的，标部落网 ，sidewalk 也宽，你看，好宽的 sidewalk 啊，塞车啊，警察也没辙，你看。好了，过马路了。哇，你看北方大道，好晒好晒啊！这家是美国银行啊，这利息很高啊，这里第一纽约第一银行。星期六啊，看起来这里特别忙。上回来拍的时候是冷天，冷天的话就人不太多了。这家是卖什么？煲仔菜啊，拉面。看一下面纽啊，我还有沙爹，这是什么餐啊？泰国炒饭。泰国餐？不是吧？看一下面纽。哦，马来餐啊，还有马来面包啊。原来是马来餐，挺旺的这条街啊，很多商店呢。现在到了43大道，标部落网。幸好没开车进来，要不然又要排队。有一阵子没来，觉得新开的店很多，不管是华人的还是老外的。对面有一家聚北川，聚北川也是刚开的。看到吗？聚北川，这家是功夫奶茶，对面有一家不二家，还有麻辣烫。看到麻辣烫了吗？这家超大的探索啊，真的超大的，你看里面多宽大啊。
这家卖保健品的。冬天来的话好像很安静，今天来人也很多，车也很多。那边就是贝塞的车站了。今天也是好晒的。这家吃什么？这吃什么？这里是车站，去长岛的。上海一元，哇，这么多烧鸭，还有烧鸡，哦，叉烧饭9块钱，没吃过啊，大姐，有时间来买个叉烧饭，旺角二八，跟上海一元是同一家的。这家是日本餐，魂呢、啊？Chinese food， 这家也是日本餐啊。这家也是新开的，是不是韩国餐啊？对啊，韩国炸鸡、啊。Korea culture。太多小店了，这里这叫什么？泰国餐。很多华人面孔啊，现在刚好12点。这家老外面包店。很好生意的甜品店吧，卖披萨什么的。
这一家是嗨酒汤屋，哇，非常漂亮这个，你看那化妆似的。好了，今天这边的话就走到这里，到对面去吧。这里这家越南餐，越南餐基本上都好吃，人还不少啊，越南餐。好热闹啊，看到街上没人啊，过来走走看的话就觉得这里很热闹啊，不错了。这家店终于开了，关了有一阵子的。All you can eat 海鲜 yeah, 你看吃海鲜的不知道多少钱啊。这叫什么？哦，眼镜店。前面有一家超市。哎，停车场在后面。刚才是从对面走过来的。呵呵。这家超市人不是很多、啊、里面没有法拉盛那么好生意。甜品店也是很多、啊、这边看这里有家，刚刚过去又有一家，这里又准备装修开业，不知道什么样。哇，老外餐馆，福茶，霸王别姬，哎，好久还没开。这家也是日本餐的，妙法郎啊，妙之法。老外的店面就装修好看了，五颜六色。没啥美女啊，没有法拉盛多，美女都跑到里面去啊。老外店，早上买了麦当劳咖啡，现在就不买了。Momo，这家也是老外餐馆，真的很漂亮，老外餐馆。这部车被碰了，你看前面的跑出来了。哦，被这部卡车碰了。哇，这个怎么做的这么烂呢？甜品店。这里很多锁头挂着，同心锁。哇，好凉啊，这里。
这里跟那个什么呀 Greenneck 差不多、哦、走起来跟 Greenneck 有点相似， Greenneck 没有那么忙，这里比较多车什么的。这家也是有名的，知名度很高的慈溪，你看这个杯子有多大，呵呵，没人。太多奶茶店了吧，这也是奶茶店，潮茶，这家是潮茶。那这个呢，麻辣烫，都是华人开的。好、哦，对，这家是老坛子酸菜鱼，这家也是奶茶店。最令人注目就是这家聚北川。里面很多人哦，我在法兰山吃过。哇，好热啊！多踏实了、啊、这家是 Korea BBQ， 这里很凉快啊，这里很凉快。前面有一家，到底是越南餐还是那个韩国餐呢？怎么有韩国字的越南面条，我看够呛，有越南汁的。哎呦，这家 Coco 跟法兰盛免街的没法比啊，只有一个顾客，一个小妹。这家也是韩国啊，吃面条了。